感觉咱两个适合做伙啊。为什么？比你爱他，就是一个爱最大，爱情至上。那他是本身就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结婚，但也很快的就离婚，所以带着一个七岁的小孩子，可是也没有完完全全的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这个小孩子身上，反而是去寻找我自己心里最缺乏的那一块，就是爱。病中生日是多少天？三月十八号。冰箱。八月二十七号。那你我呢？重男轻女。比较印象深刻的应该是，就抱着妈妈，我说我就是这样，我从小到大一直会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哥哥，我什么东西都要自己去争取，我就是觉得说我现在争取的只是你欠我的。我什么重要的事都不要我参加。妈，你就是这样重男轻女。妈，我跟你说，现在有一间美容产品你投资报酬率哇宽。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，她虽然是喜剧，可是你看完真的会自己要醒思。我觉得这样的剧本是目前蛮难得见到的一个好剧本。详细安排，阿伯买。